我的理想要当一个好老师，要传授知识，还要传授怎么做人。然后是在坐长途汽车来回这个折腾整整三天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高考。在复旦读书是我从小的梦想，留在复旦做一名教师是我毕业时的梦想。我的太太跟我们说，等到你们差不多博士毕业的时候，可能是会是复旦比较缺教师的时候，那么所以说你们到时候就回来教书。那大一先怎样做到？我觉得我梦想很简单，我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简单一点，开心一点。在高校呢，特别是复旦这样的学校，可能科研压力会比较大，所以一般你纯做教学呢，就会碰到一些困难。这么多年来呢，我觉得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就是我坚持一直在做教学，侧重做教学吧，科研也做一点。我们还做一些研究工作，这个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研究，不会每天做同样的事，对我自己工作的一种激情的激发，我都是觉得是很有意思的。在教学生这个过程看似一个单向，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的，按照牛顿第三定律的话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，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。什么东西都把我理得很清楚交给学生，反而就让学生减少了一些思考的机会。告诉学生这个世界的某一些他们还不了解的领域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，那么最后学生走哪条路才怎么走，可能还是学生自己。碰到的学生呢，大部分都是有理想的，但是很多学生呢，就是波动会比较大，很多东西没意思了，就是觉得。所以我觉得很多同学呢，就坚持一下就过去了，只要坚持一下，理想就是一步之遥。说每一个同学其实都是一颗很优秀的种子，只要他找到合适他自己的土壤，就一定会长成一个参天大树。仅仅是安于现状，你不会在今后的社会当中发挥你应有的那种作用，而本来是你可以发挥这种作用。如果就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，当我们班的同学，然后不论在任何地方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想起我，给我打一个电话，那么我觉得这是做老师的一个非常大的幸福。临近毕业，大家都在谈梦想，但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对于大家来说更加重要。只有你的内心强大了，
你才能够坦然面对实现梦想道路上的每次挫折与失败，才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坦荡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因为你只有不断地发现别人的优点，那么与人相处的时候呢，才能比较愉快，也才能够博采众长吧。各位同学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出发。人生得意时，想想自己当初的梦想，提醒自己是否远离了它；人生失意时，也想想当初的梦想，激励自己，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。后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用自己的诚信、优异的诚信来回报社会，来回报梦想。铭记复旦女校训：清清白白做人，秉承复旦女精神。认认真真做事。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带着理想，带着希望前行，那么能够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无忌盼前程远，我们带着复旦的精神，带着理想，在学术的海洋中，在我们的医学领域里面自由的翱翔。哎，就没有比较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自我教育更好的大学，没有比困难和挫折更有效的导师。就这个世界很丰富多彩，这个世界上可以走的路很多，沿着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。